妞啊，一会儿妈妈领逛超市去去，说去呀、啊，去那你要吃啥呀？啊，啥都吃啊，那能行吗？你最喜欢吃啥？你说吃啥？最喜欢吃啥？吃肠啊，啊还吃啥？要要烤鸭，说要啊，那还要啥？告妈妈。再买点牛肉吧，啊，想吃牛肉了，啊，那你得听话，到超市里，行行，行行，说，行啊，不能乱拿东西啊、哦，哎，你最棒的哈，妞可听话了，啊，就听话，哎呀，我老妞就听话。那再给你买个小烤鸡儿啊，行行、啊、行，那你吃吃面包，告妈妈吃吃啊，吃啊，啊，那还要啥，告妈妈啊，还要酸奶呀、啊，啊，还要酸奶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你少要点，买那些妈妈拿不动，你能拿吗？啊，能拿呀，哎呦，老宝，我老宝能拿。老宝可有劲儿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嗯，老宝拿，那领小妹妹去不？你告妈妈，领不领小妹妹去？不领啊，啊，不领她，那咱就不领她啊、哦，让她在家看家，行不行？行啊，哎呦，老姑娘，看，哎呀，咬嘴唇呢，哎呀，那好美呀，哈，老妞可美了。那买回东西给小妹妹吃吧，啊，不给，那不给小不给小妹妹好了啊，好好，那买回东西就得给她吃，行啊，啊，给，那老妞可懂事了，给她吃。那你买回东西给妈妈吃吧，啊，给呀，老妞。那你那个烤鸭给妈妈吃吧，给呀，哎呀，老妞可懂事了。那上超市你得听话，行不行？那上超市得听话，行不行？啊啊，听话，老牛可听话了。那人能让你进去吗？上超市？你说说上，能让啊啊，能让还行。那你得掉筐，行不行？你告诉妈妈，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